新闻首先要先带观众朋友共同来关心的是，今日起相当知名的玉山卢社咖啡伫咧十二号半暝起火燃烧，因为附近拢是木造的建筑，火势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消防局紧急出动前往灌救，伫咧半暝一点十五分将火势拍花，依然是来造成第七间的木造建筑啊毁损，一户民宅受到波及。今日市长吴敏惠伫咧十三号下晡前往慰问，感谢济济民间慈善团体共同来关怀着受灾户，同时嘛，温乐会协助后续的复原和重建。江宜市阿里山铁路北门站附近，伫咧江河路顶头，具有百年历史的一本石工厂厝，十二号半暝熊熊发生火灾，火势猛烈燃烧，造成有数十栋历史的工厂厝，包括玉山旅社、新歌干妈店在内，总共有七间木造工厂厝陷入一片火海，大小的游客和周边的住户惊吓逃生，好佳哉无造成人员伤亡。江宜市长吴敏惠伫咧十三号下晡亲自前往慰问，同时承诺会集结各界的力量，协助后续的复原和重建。尤其我们各个民间单位主动的关心，那像咱的地藏庵、吴当署长、新丰庙啊、罗当署长，还有我们福天福基金会汤执行长。以及我们的那个嘉义行善团徐文智理事长啊，还有我们慈济的师兄师姐，那各个单位大家都很关注、很关心，我们一起来慰问也鼓励我们所有的受灾的市民。现在是请消防局赶快再做相关的鉴定工作，让我们所有的乡亲可以赶快及早做清理，然后做一个能够恢复生活的日常。除了我们也会请同仁一起来协助，如果有必要的话环保局也会来做帮忙。当然在昨天这里我也非常谢谢我们邻近大家市民的关心那消防局还有义消，那昨天一整夜到目前为止都还留在这个现场，那还有相关局处的用心，那我们也希望鼓励大家能够很快恢复，赶快站起来，那让大家安心，因为这毕竟是嘉义市重要的景点，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街区，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会所有就这边的住户一起在讨论，如何能够让它再重建，能够再赶快站起来。大火拍花了后，消防局除了持续处理残火，一套早就展开着调查工作。同时，嘉义市政府相关局处嘛提供着各种协助，处理后续复原工作。伫咧这一届大火毁损相当严重的七栋木造建筑，除了协助着受灾户后续复原，嘉义市政府嘛发放着灾害救助金和慰问金。嘉义市包括嘉义新丰庙、九华山地藏庵、福田福基金会、嘉义行善团和组织基金会。在内的工业团体嘛，地震受灾和慰问金。最新新闻就定是王秀山刚一起彩虹报道。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首先进入游戏场，一定要先看看我们的告示牌哦。穿梭迷宫，小朋友在里面体验的时候，可以训练自己的空间感哦。地板游戏区。小朋友可以透过这个区域来体验不同的触觉，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材质哦。转转乐，想要来点刺激感吗？可以跟朋友一起来转转乐，还有跷跷板一起体验这个设施哦。音乐演奏区，可以透过敲击、拍打还有旋转，一起来聆听不同的音乐声哦。平衡挑战区，这个部分有平衡木，还有跳桩，小朋友可以在这里训练你自己的平衡感哦。爬爬方格区，想要知道自己移动有多灵敏吗？就来这边体验看看吧。花中彩绘区，这边有一整圈的黑板，可以让你尽情的画画哦。玩累了吗？我们还有安静小屋，可以让你在这里休息哟。我们的休憩区还有不同的光影变化哦。小朋友成长的过程中，
十二感官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哦。透过公园里面这些设施，可以训练小朋友的感觉处理，提升自己感觉统合的能力哦。中正公园百科全书游戏场，一起来体验吧。